一起走过的日子，广播剧第十八集，新不了情。你嚟紧谂住点打算啊？你又觉得香港俾唔到机会你？哎呀，我都唔知啊！嗱，如果我唔使同我阿爸阿妈交代咧，我一定会留喺度噶。你知唔知道我觉得香港咧人多车多啦，地方又细啦，啲人咧又鬼死咁大压力啦，我真系好想咧翻加拿大揾工啊！咁老实讲啊，你又冇加拿大护照，以前就话你系留学生啫，你而家翻到去揾工又难，又唔系间间公司肯俾工作证你。或者做不到你自己想做的专业，那去到就是做二等公民。那又是，但是可以怎样？自己地方又容纳不到自己，去人家那些地方，人家又不收你。还有，你走了怎样跟你父母交代？这个才是重点。唉，那不如这样吧，我啊快点找人嫁了他，我爸爸妈妈就一定不会饿我的了。是啊是啊，最好你生多几个孙俾佢哋添，佢哋到时一定唔会骚你啊！到时佢哋净系挂住同个孙玩。嗱，仲有啊，我一定咧要揾一个咧香港最有钱嘅有钱佬养起我全家，然之后咧帮我屋企嗰间凉茶上市啊！系啊系啊，上市啊！哎呀，你知道啦，我而家全家人啊，由老至到细咧，都系急性发钱寒咯。你讲笑咩？你爸爸妈妈供得你同阿哥去外国读书，边会好似你讲到咁啊？唉，我讲啲嘢俾你听啊，同你咁熟先讲啊。我阿爸阿妈好辛苦做凉茶铺咧，供去外国读书啦，已经使咗好多钱噶啦嘛。点知我又病，又医咗佢哋好多钱。跟住咧，我又话要读一个 design 嘅学位，咁你计下计下啦，十几年啊，我差唔多用晒嗰啲养老钱啊。咁又系，咁不过好威都系会计师啦。你唔好讲佢啦，有智商冇情商。喂，等一等先啦，我关埋个房门先。哦。喂，好威，阿John系咩人啊？咩啊？喂，哎呀，同你打啦！乜名你啊？阿John系咩人啊？哎呀，咩啊妈？唔系人就怪兽啦，老弟兽。你识咗佢几耐啊？你知几多嘢啊？唔系好耐啫。喂，快啲攞把宝剑嚟啦！喂，杀佢！喂，救命啦！喂，我同你讲嘢，你当我冇到？边个咁不停咁揿钟啊？梁仔啊！梁仔，撞鬼你啊！做咩搏命揿钟啊？哎呀，明姨，乜你仲未瞓嘅？你知而家夜嘅咩？唔好意思啊，明姨，都系好威咯，叫我嚟打机，话要打怪兽喎、啊。算啦，入嚟啦。咁迟噶，我俾人杀咗你先嚟。抵你啊！同你讲嘢又唔答我。答你咯，阿妈你头先话咩啊？阿John啲咩啊？其实咧，阿John依家只眼仲睇得几多噶？嘿，我点知啫？我净系知道啱啱我啲怪兽都睇唔清楚有几多只。你呀，系咪咁大个人都咁低 B 啊？打机打到痴痴呆呆。明姨，我哋系打机先咁低 B 嘅咋，平时唔系咁噶。自己赖屎上身。你个衰仔啊！我话你啊。阿妈，你想知阿John啲乜咧？做乜咁大声啊？一阵俾老豆同阿妹听到又嘈起上嚟，我好难做噶。哇！你都会惊老豆啊？新闻喎、啊。我唔系惊佢啊，我系嫌佢烦喺度乱讲嘢啊。佢近排都乖咗好多啦，我都冇闹佢啊。唉，不过而家转嚟话我咯。你系咪咁啊？你知我一向都好少话你两兄妹噶。吓、啊，你系咪讲紧好彩啊？明姨唔怕一齐讲下喎、啊。唉，算啦，冇嘢啊，你哋打机啦，第日先再讲。唉，费事啦，一阵间我嚟打打啊，大佬你成晚望住我，搞到我哋打唔到。唉，我熄咗个电视先。系点啊？你想知阿John啲乜嘢啫？头先人哋成个冻喺度，你又唔问？明姨，你讲啦，你都当我半个仔噶啦，有咩事分享下好喎、啊？咁唔通第一次见人啊，就问人哋啊、哎？你有几钱入息啊？你只眼睇到几时啊？咁啊？哇！你做咩又白人呢啲嘢啊？喂，你唔好谂多咗喎、啊。佢同好彩啊？阿妈，你咪未衰过啦。上次又误会白你同埋好彩，
今次你又想同老豆搞咩大头佛啊？吓，好彩同百里佢哋做得父女噶咯喎！你做乜又攞翻旧嘢嚟讲啫？上次啊，系你老豆乱估啫嘛。上次你有你老公帮你战师弟咋，你先好似英明过佢少少。喂，做咩打我？系咪咁话阿妈？我今次真系觉得好彩同阿庄有啲嘢噶。阿庄系咩人嚟噶？明姨，点解你会觉得佢哋有啲嘢嘅？嘿，关你鬼事咩？咁我识咗好彩咁耐，梗系要紧张下好彩啦，好正常嘅啫。人做大佬，你做大佬。然后娘仔一日都识得关心啊，好彩啊！诶，咁你咪揾娘仔做你个仔咯，系咪咁啊？咁入正题啦，你观察到啲乜先？明姨，你观察到啲咩啊？头先食饭咧，好彩同老豆嗌交，后屘阿庄同佢倾咗几句啫嘛，佢成个人都顺翻晒条气啊！咁个个女仔对自己中意男仔都系咁嘅，头先佢哋餐饭又咬耳仔，又互望又互笑添啊！真系有啲嘢嘅咧，佢依家仲同阿庄喺房度倾紧电话啊！你听到啲乜嘢啊？我听到佢话咩嫁去外国，跟住仲细声讲大声笑，啊之后仲闩埋房门啊！哎呀妈，唔好偷听人啦！咁佢哋男未婚女未嫁，好正常啫。哇！你天真就天真啦，拍拖结婚唔系咁简单噶，仲要有好多条件环境因素噶。咪系咯。看你媽就知啦。入正題啦，咁阿John係咪你杯女婿茶啫？你傻噶？明姨都未了解清楚呢個人啊，點可以話飲就飲女婿茶噶？咪係咯。咁我同佢又唔係好熟，咁佢哋識嘅時候，我住大學宿舍，之後出嚟做嘢啦，咁啊有食過飯，見過幾次面嘅。我估佢同姑姐熟啲，但我見佢真係幾叻噶。如果用視障人士嚟講，佢學識好多，見過好多世面。看得出他的外形还好好添，够晒高大英俊，是不是咁正啊？不过他只眼，是不是只眼看不到呢？那怎照顾好彩啊？你咁紧张做咩啫？不过他又真的好像看得差过以前，我头先见他啊，好像连餸都夹不到啊！唉，可能真的退化。那会不会以后真的完全看不到噶？哇，边个知啊妈？又或者日后科技发达有得医呢？咁咪系，等于你个妹话就话好翻，第日都唔知会唔会复发。哦，咁你唔想佢嫁俾个残疾老公啊嘛？我唔系歧视人哋，但系我都唔系歧视佢。每个父母啊，都系关心自己啲仔女噶啦。阿妈，咁如果嗰个系你个仔，咁你又点啊？我依家真系接受唔到。明姨，我知道你辛苦，你照顾过有病的爸爸妈妈，所以我知道照顾有病的亲人是很辛苦的。你担心好彩，想好彩有个好归宿，冇错的噃。我只是想找一个好男人照顾到他啫。好彩真的很需要人照顾的。其实阿庄的条件真的不差的，又有加拿大户籍，又有学识，又识得多人，又识人情世故，人品好，又靓仔，又高大，唉，唯一真的只眼有事。唉，我都不懂说。我问你啊，如果你喜欢个女仔是听障，你会怎样啊？靓不靓先？靓。那么我一定会勇敢地跟她起在一起咯。这些就叫爱情咯。但第日你同佢结咗婚之后，发觉系会将你残疾遗传俾啲仔女嘅，咁你仲生唔生啊？哇，咁啊，好长远，好严肃喎，点谂啊？你知唔知爱情同婚姻嘅分别啊？要维持婚姻，要建立家庭，有好多现实要面对噶。所以点解啲人成日都话要门当户对，就系咁解啦。嘿，你悭啲啦，你拍过拖咩？咩啊？佢未恋过都识谂啊！爱情可以不顾后果，但换嚟系一世嘅责任啊！唔知你讲乜，阿妈，咁你估我有冇你啲基因啊？悭家同勤力嘅基因咧，一定冇咯。唉，系爱啊，为爱豁出去嘅基因，我估一定有。我都有啫。系关你咩事啫？我讲我哋嘅基因啊。顾后果，但换嚟系一世嘅责任啊！一起走过的日子，广播剧第18集《新不了情》。
编剧何淑文、郑智之，声音演出麦月平饰演赵明，陈柏亨饰演好威，郑智之饰演好彩，黄建邦饰演梁仔，周家谦饰演失明朋友 John。